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些都是小区的流浪狗。我们带了两盒中午没吃完的猪蹄下来给他们吃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只狗子都是小区的流浪狗，是一只狗生的，一家五口，五只流浪狗。那只大的流浪狗社会经验非常丰富，叼了一块骨头躲在旁边默默的啃。这群小狗就是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直接开始吃，都不怕有人会攻击他们。这群狗子其实还是很可怜的，每天都在小区里面找吃的，都吃垃圾桶旁边的东西。我们要把石头的狗粮给它贡献出来给它们吃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群狗子还是非常可爱的，就是流落街头有点可怜。